今天来玩星际大战，因为这一次我们可以拿到一张新的，应该是五的一个升级奖励，可以拿到我们的等级9的星际大战的黑暗区组件。那这张我觉得蛮强的，此卡召唤特殊召唤成功的场合，可以场上一只怪兽为对象发动破坏该怪兽，此卡不会成为对手效果的 对象，只要7以上导向都不会。对，那磁卡因战斗效果被破坏时，可将目的的磁卡除外，特殊召唤等级7或以下的这个星际大战怪兽。所以之前只有这一只的话，缺乏了破坏对手怪兽的手段。那现在多了这个的话，是有比较强。对，来，不说废话，直接开看。好，第一场打乌鸦。那星际大战的这个牌的最大特色是下级怪兽可以除外后从手牌跳上级，比较高等的怪兽。然后高等怪兽被战破或笑破，从墓地除外后可以再跳比它低等的怪兽。好，好，对方这个是一波神展开，啊，它就是疯狂展开这个 BF。对，但是 BF 在现在的环境是相对弱势啦。好，精锐在下，再捡耳格，然后另外一只，好，跳雷切，好，然后再下耳格，再下之后跳千鸟，哇，这千鸟攻击力很高。然后精锐弹起来之后再特招，然后直接超量召唤这个入魔。那入魔是对手特殊召唤的时候拔出一个素材，可以把它盖起来，自备月书。好，我们一个稻草人特殊召唤我们的女郎，然后他要砍我，然后直接被我无效，女郎无效并破坏。然后女郎的效果等级5可以跳6、7、8的，然后我们就跳7的下来。好，入魔被砍掉。好，现在打爆他，从白组特殊召唤来，我们跳的是喜铁人。喜铁人是选3张，然后挑一张入手。那因为我的运气都很差，不知道为什么都选不到这一张，选到越高星的越好。好，对方黑旋风，然后又要再做一波，哎，没有展开，对，好，被打爆，来从白组特殊召唤比较低星的，来我们跳滑行者炸一张。好，那一个阎王孤岛来炸掉手牌的之后，直接特招。好，我特招5星，然后直接超量召唤我们的火山恐龙，来拔出一个素材炸掉。那千鸟是可以复活墓地的。好，他跳雷切，然后这时候我们直接跳阎王，然后我们上叠出我们的龙骑盖亚，然后跟他对撞，好，把他都清掉，笑死。清场非常舒服，舒服，打过去，赢了。来，我们再看下一场。好，这场打武藤游戏。好，好，我们盖一张夜叉。来，对手一个，哇，这个磁石又要打很久了，干。好，他打过来，来，我们把我们的星际炸掉特招等级7以下的，来，我们先跳滑行者，滑起来，来炸掉他的波纹，然后再用阎王的孤岛再炸，然后再特招第二张滑行者。哎，我不是炸滑行者，干，我是炸这个稻草人，然后再特招。然后炸一张，但是用这个稻草人特招的怪兽是结束阶段要被破坏，但是是无效的。但是很多人可能就会看到炸了就直接跳了，笑死。好，哇，胜反干。好，不过没关系，5跟8被破坏都可以特招。好，对方跳伽马。好，那我们跳一个喜铁人，再跳一个7的。好，喜铁人结束阶段可以翻3张，然后随机抽一张。来，我们终于抽到了驱逐舰，等下直接轰爆他。好，对手跳贝塔，好，直接 link 暴力执行者。
好，丢一张炸来，我们无效他之后，来对方直接除外三只，来了来了，他没有炸哎、欸。好，那我们就跳下来，跳这个驱逐舰把它炸掉。好，那特殊召唤再把它后台炸掉。好，那我们直接不演喽，来直接 link 三独角兽弹回去，所以。终于清掉哦，死死很难清呢，干！哎，现在的这个主要最常遇到的应该是我们的这个自鸣天琴，对，就大部分他都会外挂，或者也没有外挂，就是自己的系统，然后去做展开这样。好，赢了，来我们再看下一场。好，这场打左轮。好，那左轮的话应该就是弹丸。好，他跳的是协调的这一张，这张很重要，因为这一张是就是很强的一个特招点。好，但是没有差，我还是把它干爆。好，来弹丸破坏之后再特招，然后我们直接除外后再跳我们的这一张起，哇，然后他直接融合。跳出这张也很强，这张枪管这个暴怒龙可以二速的炸对手的牌，那炸掉的牌之后又可以再解出这段特招出来，你看就是一直打不死，而且融合素材只要按属性怪兽两只就可以了。好，那对方也不打过来，不知道为什么。好，那我们补一千。好，被警戒点了，干！好，不过直接跳下来，好，炸一张，好，打爆他，来除外两张再特招，来我们直接除外后又再跳一张吸铁人，好，结束阶段，选三张，拜托让我选到八星的，哎呀，运气不好，选到八星的就很容易赢，就是我就可以把它炸掉了。你看他一直疯狂特招，对，那他还没有跳出他的大哥。好，哇哇，这张来了，他的技能好像第四回合后就可以发动。好，我们跳下来，再跳第二张，星际大战。好，阎王孤岛，来，我们炸掉一只。结果他直接把我们炸掉，干！那我们两只破坏后，直接特招两只。好，好，我应该会跳五星的，跟五星的一个可以看怪兽效果的。好，目前有点小劣势。好，但是我们可以把它效果扛掉。对，所以它等下不能发二速效果。哇，它要 link 四了吗？哎，干，被炸掉了，完了完了，这个直接逆风啊！哇，大哥来了。不愧是我们左领导。好，大哥来了，干！完了完了，山丘黑洞全部炸掉，然后从牌组再特殊召唤。好，再特招，打过去。哦，好险有黑洞。好了，我们再看下一场。好，最后一场打我们城之内。哦，刚刚那个神抽黑洞真他妈吓死。好，又有黑洞。好，那不知道对手打的是什么牌。来，我们先下一个稻草人，等一下可以从手牌跳七星的。哦，被放坏兽干。哦，伪魔贤者，伪魔的话，就是因为我自己没有抽满，我之后会给别人给大家看别人是怎么打的。他就是主要的运作系统，就是靠装备额外牌组中的怪兽，然后再获得一些效果。他现在就装这个伪魔少女，那伪魔少女被装的时候就可以做一个检索。
对，装备上面的怪兽会有一些满，都会得到一些效果，然后他挑八星的。但是我自己是觉得好像没有什么特别强的战力。哦，没有被打死，好血，来直接黑洞。哎，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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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洞。来，我们跳七星的下来哦。好，先把他那张炸掉。看，有点小尴尬。好，一直装备，一直检索。好。对，他就是靠不同的，而且他的融合怪兽，其实我觉得某种程度还不错，他可以装这个对方的怪兽。干，所以这一场就是要看被打爆。对，那可能下一部影片我就会放伪魔牌组大概是怎么玩的。对，但是不是我打。好，那这影片到这了，我来去吃拉面了。